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下面，你看下面，嘿，嘿，哇，嘿，你站在沙粒上面干嘛？会消耗你 EMC 的貌似。嗯，那你 TP 到我这边来。啊好，我看到了呀，我是刚看到了，其实。干啥了？嘿。嘿嘿嘿嘿嘿，我就不信了，开到最大，嘿嘿嘿嘿嘿，没有用哎，我就是最大的。哦天哪，发生什么了？我靠，那个把停，我不知道他，我以为他隔着他就不会有事了，没想到他会穿透气功，把停了。我看这挖矿机挖第几层，把停了，你自己填了，只要填最上面一层就可以了。底下会升怪怎么办？才第五十二，才放点火把呗，真是的。我没有火把了。怎么会没有呢？我只有一个火把了，插在里面，然后我这里也没有火把，你自己找呀。我记得我上面被你杀死之后，火把都被你拿走了吧？放屁！没有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放屁？你闻到了吗？对啊，你的屁太臭了。这句话不能说。我要屏蔽掉，太恶心了。你要说句什么？十八禁，这是十八禁。啊！又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在哪里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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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箱子呢？快拿出来箱子！不是，我这个没有拿，不在那个杂球里面吗？快点拿出来！哦，在我这。那贱货！哇，这钻石 ！Double Rainbow， 让我先让我捡起来一些。哇 ！It's a Double Rainbow all the way。Yeah. 确实放这儿吗？我不觉得是放这儿啊。什么东西不是放这儿？我觉得这箱子不是放这儿，是吗？更后面一个的。是这里，没错。放屁，不是这儿。呵呵，你才说。真的不是这样。才说。真的不是这样。天啊！我们在钻石里面游泳。箱子呢？不见了。在你这儿吗？箱子不见了。但我这里有水晶箱子，我先把它放进去，防止它消失什么的。天啊，有苦力怕又来了。在哪？就在我的左边。包解决它。哦，我现在才发现火炬在我身上。我靠！别把它激怒了，然后让它爆炸了。它已经爆炸了，你快把火炬给我。等一下，先把这些钻石给。天哪，有多少个钻石全部朝我扑面而来。你别把砸的东西放进去好不好？哦，你别把砸的东西放进去好不好？你延迟了。你放屁。没把它拿出来了，你又把它放进去，你故意的。天哪，我们有这么多钻石，别人会不会来偷我们的东西？老月亮，对，老月亮，老月亮现在还看我们视频吗？他从来不评论了。现在你给我火把呀，等一下呀。你要火把吗？天啊，我觉得这声音很喜感。那你还发？因为喜感所以要发吗？
变态是如何养成的。Hentai？ 你为什么？你是怎么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是怎么把这个给毁掉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隔着这东西在后面发了一下，然后 biu 也没了。你刚说什么？我在隔着那个东西，看到这是什么了？看到这是什么了吗？啊？看到包围了什么了吗？我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这好像是加强版的。我觉得好像对，这应该是加强版，不知道是，从来没爆过。我们去爆一个吧。我去拿一个拉杆。这是你自己做出来的还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做那个，就是毁灭水晶药的东西。我们去爆一个试试吧。你被小白在射啊？不，我的意思是不是小白？你在被骷髅射哎。他打我又不疼的。没有，我跟你说过。我的延迟，我不小心打到你的。我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看着那骷髅的大白牙，要不大黄牙。我真的给自己做一个装备了。像后面有个苦力怕，好，我现在获得成就了，获得木头。那个洞你自己填，你填吗？是你的错，我又听不到声音。放屁！你都已经知道后面有这苦力怕了。我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我根本没看到，我当时在闭眼，我在做眼保健操。没有，有问题吗？我们挖石机给我们弄了很多的那个煤炭来，还有那个 copper。除此之外，好像就没什么贡献了。很好。哎，我把这些钻石放到那个里面去。Double rainbow all the way across the sky。哦。哦，是吗？Ain't nobody got time for that. 嗯。Dead giveaway. Dead giveaway. 你要给自己做到什么装甲？和你一样的。Nano。为什么 ？iPod Nano。要不要做那个？我看一下。因为我想给我装备升级。这是什么？哦天哪，这什么东西？白色喜欢。哦天哪，我的天哪！你干了些什么？不是我在看，我在看一个装甲的那个原材料。有什么好笑的吗？你去找这个。这样就是我要做的那个装甲。你看一下。哦我的天，这是变态。你不觉得吗？哦，那个啊，我们所不是红物质的，叫什么什么东西啊？先要红物质，先要黑物质。不，你先你看一下那个啊！天哪，你看那个红物质装甲右边的那个东西，看到那个 EMC 值了吗？24.140.68，2500万！我的天哪！哦，这是变态。糖，这东西怎么需要用着糖这个东西？哦，那个是收集 EMC 用的。天，那是完全终极的东西，你觉得呢？嗯，你不觉得这是个终极的东西吗？我们的所有钻石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 EMC 吧？肯定没有，我觉得肯定没有，完全连零头都到不了，我觉得。零头应该有的吧？应该有一点点。
我觉得这管子的话，四个就够了，然后其他就让它自由分配，你觉得呢？可以啊，就是四个，四个箱子是分类过了，其他都是杂，然后之后我们再可以重新再弄，也可以。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分类，比如说那些要一个分的话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你永远也分不完，对不对啊？说是不是很有哲理啊？你是不是突然知道了人生的那个，就是那个人生的那个哲理啊？是不是？有没有一种被我启发的感觉？是啊。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很聪明？我就不吐槽你的智商。我们做台电脑吧，太难了，不会。在电脑里面玩电脑，应该很好玩。你是说你用那种原版的电脑，就是红石做出来的电脑？这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有人做出来了啊，那是可以，有人做出来了。那种变态级的，对。是不是很大一个？是可视，就是你可以看到的，有显示屏的。啊？有显示屏的。这么高科技啊？对，高科技啊！太高科技了，高科技的没法直视。我又想唱那首歌了。不要唱。Double rainbow all the way across the sky。 哦，嗯，这双鞋子啊，这你知道我今天早上起来，然后我发现我们的总播放数突然多了50,000。你已经对我说过了，真的。观众不知道呀，你就当你不知道好不好啊？你每次让你配合这么难，我要做那个西瓜装甲的进化版，白色西瓜装甲。啊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要一来做的，就是要，一个。那个白色粉末。你看一下一怎么做吧，天哪，我就不跟你说一怎么做。啊、对一。什么是一啊？就那个白色粉末、啊。金字旁一个衣服的一。那什么东西？不告诉你。我靠。反正很难就对了。你告诉我那是什么？你就要一个要悠悠来做出来。什么悠悠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有问题吗？那到底什么是一呀、啊？你告诉我是什么样子的？要用悠悠来做成的。悠悠长什么样子？你搜索 UU Matter 呀，UU。这东西，我都不能看这东西怎么做。要需要一个耗电很多的一个东西，叫 MASS。这个东西。MASS。Mass Fabricator。 好，我决定我以后英语就要这么说了。算了，你的智商我已经不能直视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的智商什么没有说啊？快停了吧。我的智商很好吗？你这个意思吗？我的智商很好吗？神语。你看我做的怎么样？比你做的好多了吧？哈哈，嗯，然后我就要把这些材质给换一下，材质给换一下，换成防弹的，对吗？对。两颗红石引擎都不够这个排出来的，天哪！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没有我的 B-box 好，你就不要再尝试了。
我们做了很多进展，对对。什么进展？啊，你的农场，然后我的这个仓库。我农场是完成，你的仓库有没有完成？我的仓库比你复杂，好不好？你就放屁吧！你做这么多雪地箱子看看。哦。哦。哦。我拿着你的镭射枪去到处那玩。哦。炸了家！哎，怎么强迫嗜血？哦。怎么强迫嗜来着？哦。再说一遍。哦。你没拿着剑吧？救命！救命！说。对不起，大人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怎么强迫嗜？对不起，那个，我太对不起你了，那个，我太对不起你了，那个大人，我跟你说句话。你个混账！你已经把我惹怒了，大人。你又捡了我什么东西，大人？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捡。混蛋！你就告诉我呀。什么东西？告诉你。哦哦。哦哦。我刚好乱发现什么东西，有没有找到什么关键东西？刚说什么？再见了。嗯，你刚说什么，大人？怎么强迫嗜啊？不告诉你，等下告诉你啊。右键加 M， 你满意了吗，大人？右键加 M， 对，是的，大人。调这个吧。是不是也没发生、啊、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子的，大人，你有可能为什么没电？哪个是爆炸特别强的那个爆炸？我也不确定，大人。爆炸是 explosive， 大人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能不能造个人工太阳啊？可以的呀，只要大人你有足够的萤石。啊，萤石可以造太阳的？是的，就是可以给太阳能供电的那个。啊，那个我不确定，大人，小的不敢乱说话，大人。说。小的真的不知道，大人。那个大人，干嘛？小的对你有话说。小的觉得最近对不起你，滚！所以小，哎，你什么做出来了？你这什么装甲？小的要向你复仇。大人，你不要逃，你不要躲水里。你知道我黑暗物质的 EMC 比你那个多多了，所以肯定比你厉害的。你不要想。那可是你这有耐久值，我这是可以充电的。我不管了，大人，我只要复一次仇就够了。别搞！你别逃，大人，你别逃！别搞！大人，你别逃，您别逃！大人，我追着你呢。大人，你想打到我？疼不疼？哦，麦迪雪。
当然你又在说笑了，敢不敢和我们和我对峙？半滴血，半滴血，一滴血，一滴血，半滴血。您的血应该掉完了，大人。我的血还有，我的血就掉了一格。大人，您不要太嚣张。你还有你的剑还要多少耐久度？我剑满的，我剑是充电的，就是那种按 V 充电的。什么？啊哈！我有爆炸。我要用打熊孩子的方法打你。大人您别逃，大人您不要逃。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又爆炸了？哦，又有什么东西爆炸？大人你怎么这么弱智呢？大人，哎我的天哪，哦我的天哪，怎么了？散弹。大人你不要飞得这么快，您不要太嚣张。大人大人不要逃，不要逃，再逃我去吧，我就和平了这里。你和平呀、啊、耶、yeah? 再逃我就和平了这里耶、yeah? 你知道我装甲是满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装甲也是满的呀，到现在还没打到我一次。只要你这电，我装甲也是满的呀，自己看你电还有多少。满的呀。你就睁眼说瞎话吧，真是满的呀。马上就不满了。哦，为什么我们飞的速度都是一样的？因为你智商没我高。大人我们为什么不真正堂堂的来一战呢？你就不要再逃了。你为什么要？用你赖皮，你欺负我有延迟。什么？我们有延迟？你不要拿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来说。去死吧！扣了还是扣的？只扣我一滴血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是不扣血的。哎呦，你很厉害的吗？哦，你很厉害的吗？还打呀打呀，你打得到吗你啊啊？你知道、那个、我信我真的和平了。这里毁灭水晶是没有用的，对人是没有用的。可是对这个地上有用啊。对啊，对地有用怎么了？我随时可以踢了你。哎我靠，我为什么？哎怎么是僵尸会进来？你想逃是不是？你知道我有终极啊，终极招的。啊我靠，大人您不要逃。大人您逃是没有用的。大人这一点都不伤血，一滴血都没有伤。哎，连半滴都没有伤。哎呀，我都砍不到你！你来啊，大人！你为什么要逃呢？逃是没有意思的。大人，你为什么要逃呢？是不是要死了？你知道我打字有多快的，大人？其实我可以打字更快一点。当年在比赛的，当年在那个时候，哦，你排名好像比我高。你这家伙就会耍赖，明明不可以用作弊的。什么作弊？我只是想让你回来而已。哦，我知道太赖了。老子不玩了。啊太好了，你就不要回来了吧，这个作弊的家伙。好，我们回来吧。
我们和好好的交谈一下，对对对，毕竟你是帝国的 CFO， 所以你回来吧，我真切的邀请你回来。帝国什么？帝国的 CFO， 所以你还是回来吧。什么是 CFO？ CEO， 我的意思是 CEO， 所以你可以快回来了。我进不进去？大人，您为什么进不进去啊？这没道理啊。大人，您为什么进不进去啊？我就是进不进去。为什么？你网络出问题了吗？你 VPN 开了吗？开了。因为我把你给禁了。你